这个小穗子的做法，用两根剪下来的剩余的线，取三股金线，在中间位置绕一段线做线圈，大约绕 2.5 厘米长，把线圈穿到手绳的金线圈里，并打个包心蛇结固定，然后再编一段玉米结，最后结尾再打一个包心蛇结固定。然后留一点线，把多的线剪掉，最后把线头散开，这样就完成了。